如果一觉睡醒，失去所有记忆，可以换取一位紫毛少女的喜爱，你是否会同意呢？这是二零一八年的一部神奇动画《四 S 古丽特》。这个男孩名叫响玉太，某天醒来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经过救他的同学绿花解释，才知道自己是无缘无故晕倒在自家门口。随后玉太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名字，顺着声音，他来到一台老式电脑面前，里面有一个自称古丽特的超人角色。他告诉玉太，绝症已经很严重了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。 可在旁边的幼华看来，老师的电脑始终是处于关闭的状态，他并没有看到古丽特的呼唤，还误以为玉泰摔伤了脑子，彻底的失忆让玉泰连回家的路都不知道。幼华只好打电话联系他的好友内海询问地址，随后送他回家。而玉泰的父母又刚好出差，接下假日子只能他自己独自生活。隔天，玉泰被好友内海带到了学校，因为失忆没有准备午餐，一位紫毛少女却善良的送他一份乐狗，这让玉泰对他产生了好感。 但是好友却告诉他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幻想的存在。随后，玉太跟内海提到古丽特，他们一起来到那台老式电脑面前。玉太再次听到里面古丽特的召唤，但是内海他们仍旧什么也看不见。突然，电脑发出光速，玉太被他吸了进去。这一幕被内海和六花看到，他们也在这时见到玉太口中所说的古丽特。 进入电脑的玉太与古力特合体，然后闪现到城市中，与突然出现的怪兽打了起来。但怪兽皮糙肉厚，雨太的攻击并没有奏效，还被怪兽火球击中。随后，古力特身上能量灯不断闪烁，提示能量不足。电脑面前的内海和刘华都很着急。他们发现怪兽的脖子有之前被攻击受伤的痕迹，于是猜测脖子是怪兽弱点。刘华飞速的用老师电脑打字，竟真的传输给了电脑中的玉太。随后，玉太徒手斩断了怪兽的脖子，用能量光波彻底击败了怪兽。 结束后，玉大也从电脑里弹出。可奇怪的是，隔天所有人都像没事发生过一样。 那些因为战斗而毁坏的建筑也恢复原状，但学校却有两名学生消失了。除了玉太他们三人还记得这两名学生，其他同学都表示不认识他们。这表明怪兽事件确实发生了，只是世界像是重启了一样，所有人的记忆都被抹除了。但那些因为怪兽出现而死亡的人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了。他们来到被抹除的朋友家中探访，但是得到的是女孩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死去的消息。他们想要回去问问古利特，却在半路遇到一个奇怪的人，名叫武士圣剑。 他自称是古丽特的伙伴，跟着于太他们回到家中后，开始不停地操弄电脑，解释说是在对电脑升级优化，可以让其他人都听到电脑中古丽特的声音。于是于太他们正式成立古丽特战斗小队，开始维护世界和平。但是怪兽是从何而来，他们却不得而知。 任谁也想不到，这一切的一切，竟都出自于那人奸能爱的紫毛少女心条茜。这个女孩外表清纯可爱，可实际上却心胸狭窄。只因为一位男老师撞到她没有道歉，就想要杀死老师。她找到寄宿在电脑的怪物亚里克西斯，让他把自己制造的怪物实体化。这间城市突然出现小茜制造的怪兽，肆意破坏城市，但他的目标还是那位老师。只见胸口喷射的能量冲击，可以瞬间毁掉数栋大楼。 而老师更是被这场面吓得不轻，当场愣住。就在老师即将被小倩制造怪物杀死时，超强特工古利特及时出现拦住了他。不过这只怪兽似乎没有弱点，古利特攻击对它全都无效化，还能反弹古利特的攻击。眼看古利特的能量开始不足，丽华他们只能干着急。结果武士在这个时候却被卷入电脑，最后化身成古利特的武器，怪兽顿时被这把圣剑劈成两半。 这让小倩气得要死，忍不住用狱卒直接踹掉电脑。他不知道古丽特到底是谁，但跟他作对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同样，身为古丽特能助力于一探，也不知道制造怪兽的人就是小倩。双方都在猜测身份。而第二天世界果然又像往常恢复原状，大家都不记得有怪兽的出现，被毁坏的城市都被修复。而小倩为了打败古丽特，竟命令一位叫安吉的少年变成怪兽。 这是具有人类思维的怪兽，并且身上也有武器可以对抗古利特。只要杀死古利特，那么对于小千来说，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，他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而怪兽的出现也让玉太的变身机发出警示，所以玉太赶回电脑面前变身古利特。果然，这次战斗古利特被绝对压制，按其的速度奇快无比。 古利特根本反应不来，并且密密麻麻的光炮射来，古利特也没办法躲闪。这些战斗是古利特落败，但没想到古利特还有其他伙伴，他们的出现让古利特重新召唤，并且其中一个名叫马克思的魁梧男子被吸入电脑与古利特合体，化身征战坦克的古利特绝对压制了安琪。而安琪也因为变身时间到了，恢复成人类，玉太他们顺利回归。可失败的安琪却遭到了小千的冷落，小千打算开始小心试探，到底谁才是古利特。 之前听到六花他们提到怪兽字眼，于是隔天他约了六花，打算去参加一场联谊会，想要从中套一下话，可却因为几个男生导致这个计划被搅和。气不打一处的小倩命令安琪去杀了那四个碍事的男生，但是安琪却说自己的任务目标只有古利特，所以拒绝这个要求。于是小倩便派了另一只怪兽去暗杀他们。在深夜来临时，已经有三名男生遇害了，只剩下大河一人。 隔天，六花发现这三名遇害的人已经被这个世界给抹除掉，身边人已经没有关于他们的记忆，而小倩也继续派出怪兽与古立特厮杀，但没想到暗器却帮助古立特攻击怪兽，原因竟是他认为古立特是他的猎物，其他怪兽都不能插手。但毕竟有两只怪兽，这、就是未知的危机，所以古立特的伙伴想要增援，可老是电脑无法承载四种变身，古立特和四位增援全部卡在半空中，就像电脑系统瘫痪一般。 六华不紧不慢地重启了电脑，让所有人回到现实世界。马克思表示，看来只能增援一个人，于是所有人都建议让他与古利特完成合体。杀害联谊会那些人的怪兽被瞬间秒杀。就在安琪与古利特的大战即将打响时，双方都因为能量不足而恢复人类状态。他们之间的战斗还没有结束，没想到小倩竟已经打探出了古利特的身份，就是玉泰。由于他也发现小倩对记忆的保留，从而怀疑他就是怪物背后的制造者。但是还没等自己问出口，小倩就约见他在饭馆见面，还把怪物制造者。 亚历克西斯叫了过来，并承认自己就是怪物的创造者，以及是这个世界的神。之后，小倩是幕后主使者，遇到他们决定要和怪兽来一场终结赛。但是，作为小倩的朋友，六花并不同意。他想要去劝说小倩，但是最后并没有成功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在公交车上，小倩告诉六花，他是被自己特定设置出来的好朋友。换言说，六花其实是小倩创造出来的。而在这之后，古力特战斗小队全员突然陷入深度睡眠，无法唤醒。 每个人竟都梦到与小倩成了好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当玉泰醒来后，发现自己面前竟然坐着小倩，但是他又一次失忆，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。而小倩则告诉他自己是他女朋友。临别时的所有当玉泰有些惊讶，虽然失去记忆，但或许是来自死宅的直觉。玉泰总感觉自己有女朋友是一件很神奇的事，但是失忆这个情况并没有斩断玉泰与古丽特的羁绊，并且内海以及六花也同样如此。 原来这一切不过都是小倩制造的怪兽引发的梦境。他们在小倩制造的梦境中找回自我。虽然小倩想方设法阻止三人找回记忆，但却还是失败了。小倩试图让玉泰在她与古丽特之间做一个选择。很简单，小倩的嗜好没有成功。她想要创造一个没有朋友羁绊、没有古丽特的世界来困住玉泰。 三人在梦中清醒过来，想起了彼此的身份。经过这一次，他们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有可能是小倩创造出来的。同时，他们也怀疑真正幕后的人其实是外星人亚历克西斯，小倩很有可能只是工具人。于是，他们来到小倩的家，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，他们早就逃跑了。从睡梦中醒来的小倩一直闷闷不乐，她交给亚历克西斯一个残次品怪兽就出去了。这边接到怪兽出现信号以后，变身为超人古力特，残次品怪兽不堪一击，就已经败下阵来。 而安琪见到古利特出现以后，又变身成怪兽开始战斗，但毫无疑问，他还是失败了。大雨倾盆，已经死掉怪兽体内出现了另一只怪兽。 他将城市周边像风景线一样的怪兽全都杀了。古立特接到怪兽出没的信号以后，变身开始战斗。但是这个怪兽和以往的并不一样，他像是能看穿古立特招数一样，开始躲闪。在一个炮轰之下，古立特等人被弹出电脑之外，只剩下古立特被怪兽卡住了脖子。关键时刻是被小倩抛弃的安琪，为了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和怪兽厮打起来。他只是被收留的可怜人，会听从小倩命令，也只是因为给了一口饭吃。他的形态模仿起了古立特，成了古立特骑士。 怪兽被打败了，而玉泰他们变身的场景被街上四处游荡的小倩看到了。他这才知道古丽特是一个老式电脑变身而成的。玉泰看到小倩非常激动，就问他是不是被外星人胁迫了。等他冲上去之后，没想到却被小倩一刀刺中腹部，倒在血泊中,中。众人把玉泰送进了医院。这一次时间和以往并不一样，城市没有被重置，而小倩认为自己已经杀了玉泰和老式电脑里的古丽特。 认为自己不必再制造怪兽了，外星人竟然直接抛弃了小倩，将一网怪兽全都召唤出来。但是没有了玉太，无法变成古丽特，武士等四人也没办法发挥最大的作用。而这时安琪出现，他和众多怪兽打斗起来。很快，武士等人在这个时候也突然想到，玉太是和古丽特联系在一起的。如果把电脑修复起来，那么玉太或许也会醒来。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去修理好电脑。而在昏迷中的玉太，这时候也想起了，其实自己就是古丽特，只是寄居在玉太身体里。 就在安琪即将因为体力不支被怪兽打倒在地，在他身体即将被怪兽压成肉泥之前，古利德他们终于到来了，并连锁击败了所有怪兽。之后，刘花找到了小倩，正当他快要说服小倩的时候，亚历克西斯直接把小倩变成了一个怪兽。安琪化身成古利德，好不容易才从怪兽的无尽黑暗中将小倩拉了出来，却在背后遭到亚历克西斯的捅刀。 并包裹了小倩的身体，自身变成了巨大的怪兽。于他太召集众人，成为了古丽特完整形态，把亚历克西斯劈成两半。但是没想到，他又长出了新的身体。拥有不死之身的亚历克西斯，很快就把古丽特能量耗尽。但也在那一刻，古丽特终于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不是打败怪兽，而是将整个世界修正过来。随着修正光束发射出去，亚历克西斯最终被打败，而世界恢复了本来的样子。小倩也在朋友的劝导下，终于走出了自己的世界。最后。 作为神的小倩自然也要离开，而寄宿在裕太体内的古利特也和武士他们离开。在故事最后的结尾，出现了一个少女，她像是刚睡醒一样，而先前的一切一切或许都只是一场梦罢了。故事结束。这是缘故与班机社共同创作的原创动画。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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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古丽特，我最喜欢的是他那打破次元壁的结尾，整个世界观其实非常厉害。最后醒来的三次元少女应该就是六花。我没有过多讲述番剧中的六花与小倩的情感，主要还是因为发生的有些突然。但小倩应该是六花的理想人格，而玉太则是他现实中喜欢的人，内海是他的好友，至于怪兽反派是他的负面情绪，古丽特小队则是他的正面情绪。 由这些种种构建起的一场梦境，似乎就让这部番剧升华了。本来还以为是战斗番，还以为是爱情 CP 番，在番剧后半段的剧情开始逐渐变成了一个少女的内心戏。原本的我拯救了自己，这不过就是自己与自己和解的一个故事。而在这个梦境，为什么是玉泰成了古丽特？或许就是因为六花认为不会有人喜欢上自己，他们都更加倾向于喜欢理想人格的小倩。但玉泰不同，他喜欢着自己。 并没有受到设定影响，去喜欢人见能爱的新条倩。而那场梦境色诱，也幸好玉太选择了古里特，这便像是帮助小倩回到现实，接受生活的一切。只有让小倩这个角色的一切不如意，才能让三次元的柳花清醒过来。最后，我忍不住要感慨一句：宝多柳花和新条倩，不愧是老婆大人。